我是白人律师，我用他一般去搞不休息。这就是我跟你的差别，无应听你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当时吴耀耀先去一个所在接一下，今麦佫来到一间白云疗养院，所以杜光亮就是在吃。我迄个所在本来比伊好好，你硬要甲我刷来吃，拜托一定甲我刷走，那无我早晚嘛变成跟骗你啦。现在已经有心啊，就是无确定你之前的出轨，去影响到胎儿。我才拄刚开房门少尔，这个囡仔就来啊！我现在怎样啊？你老实讲，我到底是啥？看你今麦这种严格个性，确实甲我当初实在的约定会关，是真是不是啊？你如果我做动，我会感觉谈良心、办良心来底，藏在我心里找人。那我问你，你跟这撮人怎么看不起你？你怎么会好心人呢？如果因为无多想的能力，就当场我会休息。阿妈，你莫在遐借题发挥哦！你上欢喜，大家拢在心。我看你吼，上无要去布家面子啦。兄弟，你跟我叫恁阿妈嘞，敢可能会死嘞？好啊，来了你就给我出去，我你这个查某孙啊！超越你凭什么人来改变我的人生？我把我的亲生母亲都死去，只有你死，才得上心来外婚。